好像没有什么所谓的高速演算是吧。二周目谁理他、啊？那我才不想理他嘞！建筑是无法一个人冒险的，是得与具有许多知识和技能的神界一起冒险，对吧？那些家伙能看见足迹进行追踪，能破坏巨大岩石，能燃烧倒下的树木。决定要在哪位神殿时，不止战斗力，也得考量到哪些地方呢？跌下去吓死我了。干九十星星，干我四八四走错路了。有捡到啊！104 Peter Hand， 谢谢谁？哎、欸，等下，要怎么放大小地图啊？我有点忘记了。我たちの力、見せてやろう。はい、一緒に頑張りましょう。哦。右边，但是那是有东西捡吗？我有点忘了、欸，我记得那边没什么东西。哎呦，一个捡完了、喔，多捡几个，多捡几个。怪挡在这啦，把子。什么采花贼？
你跟你贼呀、啊？啊，你什么东西？挡住好不好，大哥？公平时是怎样？他现在怎样？他很多东西干。好，好乱啊！什么东西啊？亮晚安。话说这里太多怪了。超乱的，这要是之前打都死了。Man. Okay. Oh,等一下，是不是越打越多啊？靠呗！别！妈，我想说怎么越打越多都打不完，但是这个东西啊。我先去把那个打掉，看谁在洗经验啊！干这废物，这些怪都已经等级太低了，对我来说根本没有用，好不好？对我没用了，我是说这些怪干。啊，终于结束了。啊，话说，
尼仙村隔壁小岛，是啊，那是主线。玻璃格子警队，哒哒哒。我连上1000只，谁要啊？花蜜，哦，把最合欢花蜜拿来了吗？谢谢。市警团的工作很忙，没人去飓风的草采集。我看你在这边看东看西，你哪里忙啊？因为有怪物，非常危险，谁也不想去，这才是真话吧。对了，在我看来，你是有勇气又亲切的人。虽然以花蜜为契机，这么说有点怪。你愿不愿意成为自警团的一员呢？抱歉，我没有让你烦恼的打算，因为前几天烧到托里格镇的领事死去了呢。因为这样引起大大小小不太好的竞争。啊，比如说这个城镇的某处有非法滞留的诺鹏族，还有托里格基地那边的证明和帝国军有点纠纷。而看着那样的大人，古拉和斯培尔比亚的孩子们也有样学样，互相仇视，而且弗拉还来找我倾诉呢，都是非常苦恼。领事不在了之后，商品都没法进货了。不过再这样放着不管，不过只靠自警团实在是人手不够，就算只有一点点也好，能不能提供协助呢？你愿意做吗？帮大忙喽！自警团的伙伴送来的有关纷争的报告就是这事件，拜托你了，佣兵团是吧？但不是，我们雷克斯是因为打捞员，薪水比你高，非常高。阿小，哎呦，无法忍耐啦！明明压低价钱买下我们做的东西，斯佩尔比亚工业还哄抬价格，而且都是这因为基地引起的事件把水塔给弄坏了，你们这些家伙还不修好？蔬菜啊，要是没有水就不能长大，连这种事情都不懂啊！水塔被破坏掉，才不是我们斯佩尔比亚士兵的责任。反正是在那边建筑一伙人要抱怨的话，就去和那些家伙说，抱歉，就是我。欸，什么？是你们这些家伙弄坏的吗？那个水塔坏掉后，要替田里的作物浇水，要耗费多少苦心啊！哈，正好让我们好好发泄一下。你有，相手になってやれ。25，跟我打架。可以看到敌人是不是那个是巴哈的订阅，不是我的订阅。巴哈的订阅就是追随啦，就是追随人数啊。可我订阅有这么多的人，好像也赚不了什么钱。
哎、欸，可以开结的结晶水晶了。哇、哦，好强！巴哈动态，我没有什么在用巴哈动态的，好不好？是啊，为了从斯培尔比亚士兵手中逃走，才会把水塔。什么啊？结果原因还是那些家伙啊！这样，既然这样，没有什么好对你们说的了。没有办法，大家都是想要对抗无法抗衡的强大力量。而且，你是把最合欢花蜜拿来的，对吧？我们家的女儿饭量比较小，如果是用最合欢花蜜的卢斯卡，她会吃得很开心吧？就看在花蜜的恩情上，水塔的事就当做没发生过。下一次要是在对斯培尔比亚那些家伙做什么的时候，请不要让做让我们困扰的事情啊！我也不知道卢斯卡是啥小的。噔噔噔。蒂姆等人勉强压下来怒火，虽然这是个盘根错节的问题，但希望以此为契机，能逐渐得到解决。情况不能说是很好。外出去调查狼兽的害兽研究员，还有护卫的士兵们，过了预定回来日子也没有回来。由于最近居民和行商的诺鹏族发生了被害的情况，为了找出对策，额外出调查的随众的三名士兵里，有两人是建筑，在战力方面应该是没有问题。还处于人手不足的状态，重要的两名建筑却都还没有回来。为了避免二次遇难，没有办法派出搜索的人员。虽然很难为情，不过能拜托各位吗？我呀，各位身边有神剑，多么可靠啊！预定调查的地点是狼兽的目击情报相当多的瓦纳斯克大瀑布附近，是巨神兽背部的下方的巨大瀑布哦。希望四人平安无事，也祝各位乌运昌隆。你知道四人里面有一个是你们的老大吗？明明就有两个建筑都还没回来了。何が出るかなっと草花は心を癒してくれます。好多星星啊。说到这个，大家都可以用结，结是不是回复型的？
这时候大家都回来了。为什么不要放他出来是怎样？脸跟那个声音差，真的好奇怪啊！他是雷耶。皆さんの体も心も癒しますね。之前声音是这样的吗？看这个，哎，他的美术图跟他的 3D 也差太多了吧？我头好痛哦！他的美术图很好看啊，可是他的3D好丑哦，干！先比啊！现在八跟二而已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、欸。啊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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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！啊！这是跟艾卡同一个制作人员。二甲狼兽，甲。俺たちの力、見せてやろう。行きましょう、レックス。よっと。どれどれ。よっと。感觉我在上面啊！过来呀、会假狼，不是假假狼吗？对对。哎，宝箱，这里竟然有宝箱！也太少了吧，可以给多一点吗？那雷克是很穷吗？那我不管到哪个游戏都很穷哎、欸，奇怪。那很糟糕，尸体！研究员不在这里逃跑了吗？哦，怎么会是尸体呀、啊？是核心水晶，所有人都被打倒了吗？
耶、yeah, 回收核心水晶了耶、yeah! 我没有砍他们，我只是看他是谁而已啊。新たな目覚めだ。我也会变强，我会变得更强。完成佣兵团任务，不会是利南要去完成佣兵团任务吧？啊，纳尼？ご主人のお役に立てますもん。知れば知るほど興味深い。会喷水晶？不会啦，都死那么多次，也没看他喷过水晶啊。亚了，像是被什么咬的痕迹，好像有什么生物的足迹哦。物事は客観的に見るべきだ。そうです。なるほど、なるほど。慌てるな。花は別のハートの持ち主なんですもん。ただいま任務を届けました。みんな帰ってきたみたいだもん。哇，七十四等！我靠，等级也太高了吧！怎么？按属性之力？很烦哎、欸，都要一直在那边换来换去，觉得很烦。準備は万全だ。好。任務完了しました。噔噔噔噔，白狐咬的，不会可以再中二一点。安心してくれ。満足したか。噔噔噔噔。应该就有了吧。哎、欸，要我？抱歉，哎、欸，有了。噔噔。お、俺の出番か？俺の出番か？任せてくれ。活躍を約束する。饭团匠人，饭团匠人。料理、掃除、洗濯は任せてください。あと、戦いも。よろしく頼む。我不知道哎，看一下，干，太古拉托里格正制作饭团，干，
应该是某个任务会用到吧。把敌人捏成饭团。飞沫洞穴，我感觉很容易传染的。何が出るかなと。私の知識によると。どれどれ。觉得掉到无底深渊的感觉，爬下这里有屁用啊！一个失足，这里太高，太高了啦！何が出るかなと。所以那边到底干嘛？其实我不太清楚。休息をご検討ください。何が出るかなと。草花は心を癒してくれますね。た。わしの教え通りにやれば問題はないぞ。我从来没有想过雷属性会是回复型。帝国温泉一日游不够了。王霸凌，就是我要解任务，没办法，好不好？狼兽的尸体也太多尸体了吧，是狼兽是被什么给袭击了吗？这又是主机，这一次的很大哦。什么啊，不然怎么办嘛。哇靠，这不会星星吧？
跟你说，我星星是打不赢哦。干，这绝对是星星啦，干。原来是暴龙啊，不是星星，是暴龙啊。惊叹号，惊叹号，啊！干，就是一级啊！啊啊！一下没死，你有试过两下吗？レックス、さよなら。何が出るかなと。你他妈跟我说我很可靠，你他妈91级啊，谁管你啊，一定会输好不好？这我乘二都不会赢的好不好？把难度改成故事，屁啦！这简单也不会，因为等级，这简单还是会因为等级死掉，好不好？干，
你不要卡我好不好，大哥？どれどれ？こう見えてアグリカルチャーは得意分野ですもん。卡法？无信金吗？呀，你们好，你们看起来很习惯旅行呢，那我完全不一样。换大话，真是抱歉，我在四处旅行，我叫做卡法。古拉医生委托我采集治疗香草，和伙伴夏尔一起来寻找。不过我们两个人都是第一次来到古拉，不太清楚什么地方会有药草。那我去找了之后，夏尔就跑到那种地方。虽然从这边一直叫他，不过他好像完全听不到。还有，虽然很难为情，不过我不擅长在高速移动啊。就算要去，也不知道会花多少时间，说不定在找的时候又会错过了。真的吗？帮大忙啊！因为能从这里看到夏尔，要是他移动的话，我会告诉你们的。有什么告诉我？真是的，明明不擅长战斗，还那样一直前进，竟然把我扔下不管。啊，抱歉，要是这样，夏尔，请告诉他回到这里来，拜托你们了。怎么才喷出两个东西啊？可恶！那边是哪里啊？我去过那边吗？想说是星星，结果比星星还更夸张。何が出るかなと。草花はここ。这游戏真恶质。还不让你走，重点是，那一个圈圈不让你走，超靠北的。哇，这个星星还真懂闲情逸致。反方向走过去了，非常抱歉，请追上去。啊，为什么我听得到？为什么我夏尔听不到，我听得到啊？他是不是八七啊？
也是哪里、啊？开中庭，等等哦。どれどれ？私の知識によると。超级喷矿石，好爽！哪里、啊？忘记带助听器。哦。这喷没有让灰龙多，好吧？不是任务已经叫他唱灰龙了吗？的确，以中文翻译来说，唱灰龙应该会好很多。どれどれ？拾取动作硬直太大。如果是调查的话，的确那硬直时间很久，尤其是像。一些还要刮的，如果只是剪的还好，刮的就更夸张了。这也是单纯任务，单纯任务写错喽。往瀑布的上面走过去了，非常抱歉，请坐上去。这里我有来过，我刚刚其实想要直接跳下去，结果他就直接挂在那边。瀑布的上面。可能只有从这里走了。为什么他这么会走啊，这位大姐？哎呀，竟然会在这种地方遇到人呢，真难得呢。卡法，咦？啊，曾经在找治疗香草，把卡法给忘了。
要是担心我的话，明明他自己来就好了呢。他明明很擅长战斗。没错，他的动作真的迅速准确，不过就只有爬山不行。那你还和我想反，完全相反啊！找到香草，治疗香草了，就在那里的草丛。治疗香草呢，到了早上发芽，接着成长，到中午就会马上枯掉了呢。早一点采来采集不就好了？应该都会这样想吧。只不过呢，最糟糕的是怪物会来把治疗香草吃掉。因为我不擅长战斗，就希望卡法也来帮忙。既然他会拜托你们过来，那等他也没有用了。那一个人战斗很不放心，不过没办法了哦。你们要替我去采，不过都已经来到这里，正巧要自己去采呢，才不要呢是怎样？那只要不战斗，从怪物脚下穿过去采治疗香草，才不要呢。不是才不行呢？既然带着好像很厉害的神剑的剑主都说了不行呢，我知道我在这里也只是扯后腿，我就回去了哦。香草治疗香草就拜托你了。这眼睛能跟杰换一下吗？真的，这家伙好看多了。又是你啊，混种尖嘴龙。然后我怎么被吹飞了？干！然后结果根本就找不到怪在哪里，笑死！啊啊啊！伝わってくれ。お見事じゃ。もっと褒めてくれてもいいんだよ。啊，我尖嘴龙还没有杀完哦。よし、やってやる。奇怪，什么东西要打我？干！啊，好痛！啊，要死啊！死光光啊！啊！我要死啦！巴达巴达，饿啊饿啊！对路。
底为什么会经过那74级啊？八十。何が出るかな？だ。现在中午了 ，Oh God！ 有吗？我是不知道哎，应该是没有吧。那只要在早上打的样子啊，干！哇，准备起戏。后叶好疼啊！就是你啊，超级巴！よっと、タッ、よっと。那也是，但这边真的只能靠那照那边走哎、欸。好吧，我先去解别任务好了。好妖。不是是现实好吗？スザクだ。よろしく頼む。